万岁瑞，虎年大吉，祝大家都要赚钱哦，虎年行大运哦，谢谢。好的，虎年行大运的哈，当然哈，每一年都要行大运。对对对。那么哈，那有呢，其实非常的感动的是哈，在咱哈，哎，每一天都有好朋友的陪伴。是啊。不管呢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呢，其实上盖欢喜的是有大家陪伴了哈。所以呢，一样咯，要来祝大家可以这个身体健康。对。哦，当然哈，那有这个健康的身体，才能到有这个万贯的家财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今日咧，咱现场好朋友来到吼，诶，咱的会场当中，要来恭祝吼是咱的五帝吼，咱的大堂主，咱的玉皇上帝，以及咱的全库李皇宫，吼，还有咱的吼，好地进行，还有咱天上星庙啦，吼，相信有咱两位尊神的这个加持哦，那大家呢的这个事业上啊，吼，不管是做什么生意，都会当一帆风顺，一步满意，啊，都可以大丰收这样子。对，啊对，因为恁这里啊热情来这，常不来这参加，其实吼，咱的吼，李尊神嘛非常欢迎，能够吼让客了有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呢，就是大家呢很用心的来共襄盛举啊！吼，咱会场当中，咱的牡丹熊吼，咱的孙哥啦，看到咱今天的好朋友，蛮非常的欢喜哦。所以今天你拢准备着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，那也是呢大家喜欢喜爱的歌曲哦。是。今天来时间呢，要继续来做安排，所以邀请我们的小猫比的第三首好歌。谢谢，有人关心我，谢谢。真的给好，我也好好关心你。关心我。好，不问题。谢谢，来了，继续安排。落叶飘雨，谢谢。